请问女生背几万块钱的包包跟背几十块钱的包包有什么不一样？男朋友的年龄不一样。哎呦你妈！请问您上学的时候为什么总会困呢？因为学校是梦开始的地方。哎呦你妈！你知道动情的男人和动情的女人有什么区别吗？女人一动情，微信响不停；男人一动情，余额变成零。女追男，隔层纱；男追女，隔房隔车隔他妈。哎呦你妈！你知道男人三拜吗？自己挣钱自己花，叫一拜天地；花光自己的向老人要，叫二拜高堂；找个败家老婆，叫夫妻对拜。欧耶！哎呦我的妈！你觉得结婚前和结婚后有什么区别？以前提到结婚想到天长地久，现在提到结婚想到能撑多久。当初会结婚说是看上了眼，后来会离婚说是看走了眼。婚前爱情像神话，婚后爱情像笑话。婚前拍照靠近一点，婚后拍照闪开一点。婚前谎话都是情话，婚后情话都是废话。婚前没话找话说，婚后有话也不说。欧耶！哎呦我的妈！你是如何看待当代女生的真实酒量的？现在的女生喝酒都是雪花不飘我不飘，青岛不倒我不倒。不要问我酒量好不好，遇到帅的一杯就倒，遇到丑的千杯不醉。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小哥长得帅否。哎呦我的妈！请问学习什么技能能让女神眼前一亮？电焊。哎呦我的妈！记得见证鬼子和状况哦。